我现在到了布鲁塞尔，比利时的首都，然后这个著名的撒尿小童 here。看到这个标志，想起我们周口店了。圣诞树还在。布鲁塞尔大广场也太大了，超级震撼。我现在走了一个大上坡，感觉这个布鲁塞尔的路像青岛都是这种大上坡。The next day， 现在在一家那种 homemade 的巧克力店，超级香，一进来都是巧克力香气，也不知道哪个好，打算随便买一些然后送朋友。我被真出去。这家店真的蛮可爱的，然后散装了一些回去送朋友。再闲逛半个小时，就要出发去阿姆斯特丹啦。昨天生死时速赶从巴黎到布鲁塞尔的 bus， 然后今天吸取经验教训，现在提前半个小时，我已经到了这个 station 了。然后下一站去荷兰。